第二坎，动土平安。第三坎，一切缘和吉祥。在地方十几年努力之下，哈，我们现在终于在西区的东森里，把这个旧的警察宿舍呢，能够打造成一个社区的公园。我想对于台中作为一个宜居城市，尤其过去的这些比较旧的市区更需要好的公共设施。那就是要打造一个宜居城市里面很重要的公园绿地，我们也把它规划成一个感官公园，希望大家来这边呢，可以呢，不是是只是接触一些这些塑胶的游乐设施或者是水泥地，而是真正可以让我们亲子同乐，在这里成为一个宜居城市的一个感官公园。